头里痛，啊，头里痛，啊，我看到我又在那个，地下，地道里边啊，跟称得上现代化的地道里边啊。上面是穹顶啊，这不是人小打小闹搞出来的，这是现代化的啊，现代化的技术啊，现代化的技术啊，关键问题这个现代化的技术用于发动对外战争上面的啊，发动用于对外发动战争上面啊，这是明白的，就是对外发动战争的啊。而这个战争同以前不一样，是主动的攻击人家，主动的攻击人家，而且这个，技术跨了几个等级了啊，同以前会跨了几个等级了啊，同以前比跨了几个等级了啊。跨了几个等级了啊？同以前比跨了几个等级了？不是停留在以前的游击战、小打小闹上面啊，不是打的小的什么，是有计谋的、有计划的啊，而且掌握了很多年了啊，所以这个时刻人家越来越警惕了啊，越来越明白了啊，同时啊，世界各地，还有支持那些。哈马斯的那些分子啊，一起出来啊，所以啊，有些好像帮会，黑帮的头目啊，已经呈现出来了，已经呈现出来了啊，所以这个时刻，世界再也不能，这样，再不能，这样，应该人们要。应该要人们要尽快搞明白啊，搞明白事情啊，搞明白事情啊，关键问题现在，基本上群龙无首了啊，美国又被拜登占领了以后，也没办法做事情啊，现在是很危急了啊，很危急了啊，很危急了啊，好的啊，知道了。